欢迎回来，第二班的先做操是吧？好厌世的声音。没有，他现在就是无时无刻伸展，然后我的筋就是硬到不行。啊！有运动吗？我运动的时候，就是教练帮我测的时候，他就说他也是少数看过筋这么硬的人。硬，因为我连扫膝都有点不行。扫膝都不行，就是两只手放到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当我的手会卡住。那你可以这样吗？就是扣住之后往边转。啊？然后再往上挺，哇，好像我就说扫膝，你这样都嘎嘎嘎了。我就说扫膝都不行，你还给我高难度举节，真的都你连你都嘎嘎嘎了。他，你如果要把屁股挺起来，才会真的拉到筋。但是挺起来的话，我说我已经拉到底了，看起来就跟没拉一样。哦，我也是啊，以前那个，我这样站起来，比如说我这样弯，我这样最多就这样。但是如果屁股挺起来，我大概就这样。然后人家说干嘛？我说我在拉我腿的筋，我现在就是这边是紧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现在看起来很像，就这样啊，就是这样。你现在快打我，极限了。所以你现在就这样，真的，我现在快打我后面那个角，很像星星哎。对啊，就这样，我只能这样哎，这很扯。怎么这么硬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姿势就不对啊。然后我比较要拉大腿筋啊，就是这样翘脚，然后这样往这边，然后拉嘛。可是脚力上去都不行。充电，充电，充电呢？这个也太好笑了。麻烦点哦，你出去外面散步还是可以充手机，但是手机会拖在地上。可以绑在那个大腿上啊，挂着手机。哇，现在这个鞋子只要去 Google 什么 App Store 都可以下载。哎 ，Now available 哎，开卖嘞，还不是概念而已，已经商品化。哎呦，哎呦，他的脚可以穿过我的。哇，怎么这么便宜啊？啊真的，想买了，2000，我还好没有。啊，你今天开玩笑，你明天生日就送你这个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送我，不要，观众也不要送我，拜托拜托。等一下人家说许愿池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没有许愿池。哦，我真的好想要一个日本的豪宅，很不可能啊，好想要在清景泽的别墅。我觉得篮球一撞到他前面那个盖子，这鞋就坏掉了。哎呦，也是哎、欸，呛你的脚就有点卡，6000块还给我。你在那边运脚，人家防守你直接踩到，那个直接擦开脚，你的鞋就不能自动打开了，会变手动拖跟穿鞋。真的。打开然后伸一个中指出来，还骂人，然后再缩进去，撞三小、啊好智慧，我喜欢，厉害的智慧鞋，我想买了，现在才6000了，我就买，还不错哎、欸，吃我热狗吧，哇塞，热狗机器人吧，啊，你输了，哇啊，我看你是死定了，小时候就要玩竞争强度这么高的游戏，受得了吗？真的还要考验创造力耶，真的，蛮有趣的、啊，就是不一定每个小孩都喜欢那样，就是比如说创作或者是发想。不一定，真的。迪亚布罗斯基，逼他的话，那就不是玩具了，那就是刑具。刑具，真的。你不玩，你就光脚踩在上面。求，我拉带你去阿妈家。我带你去阿妈家。就一个高科技玩具。对、啊，可能成人还比较会拿这东西来做一些奇怪的。对啊，小朋友玩这个好，就是可能如果给小朋友能做成一个大的机器人之类的，对，或者是做成一个饮料台，然后就放上去，然后就哎、欸，自动送过来饮料，其实蛮方便的。拿过来要拿水，就开实况的时候应该在旁边这样，可以遥控。我是建议直接放一壶在自己桌上就好。真的，直接被运过来太危险了。换个其他饮料啊，哦，也是买一个小冰箱放。他没办法拿，他没办法动手拿，他会过去要伸一次手出来换可乐上来，然后塞不同的饮料的。不如买一个冰箱，能拿的可以上了。好，回去雪碧的来。超懒，什么气泡饮料战争？真的，极懒。买玩具你们会买多少钱？如果你只有生小孩哦，看他想玩什么样的玩具，想玩什么？他如果想要一台卡车呢？傻笑，我就先压死。我先租一台把他撞死，拿一台车砸他，就当初是爱卫生纸上，受不了。那如果他要一个这蜡笔来吃呢？为什么要拿蜡笔来吃？那我只要把热狗削成蜡笔的形状，蜡笔来吃。哇，你好有心、喔！怎么这么软？真的、啊，你看你涂着我就用巧克力了。啊、哦，也是啊，巧克力要像、喔、又可以涂又可以吃。哎、欸，我很专业哦，长得又漂，你也会顾小孩、欸。可是他抠屁股你也看不出来，因为他什么都没有。糟糕，真的没办法，这话题可以跳过。防不胜防，喜欢死对啊，防不胜防，不可防，跟狗一样。放空，有一种哎、欸，看起来超好玩的伸缩拳。我刚以为它是一般那种烂屌弹簧，可是这种弹簧看起来超好玩，对，它居然是会伸出来的，看起来还是很像，真的好笑哦。结合电动玩具 是结合 APP， 放空，这个有点猥亵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下盘弹跳屌绑在肚子上。可是我这个觉得这个真的是
可能两年才会拿出来玩一次。对，就是你知道，拿出来就觉得很好笑，之后就放在仓库。就 YouTuber 会拿回来拍影片的东西，哎、欸，就是拍几、啊、开箱，看点阅率多少，赚个一年这样。点阅率够高吗？应该是不可能，赚个赚个一天就了不起了。干，我想买，我就看着超赞。我想来打我女朋友。你已经买够多奇怪的东西了。到底有多想来？你今天跟我说你要买 Nerf Gun， 你说回家射你女朋友。对，因为距离差不多、啊，就叫她的时候方便。那个是沙包，她都离你一个。你们家是真空环境，没有办法传递音波，只能用物理。真的，只能用物体丢她。不想靠近你，你听。砰砰砰砰砰，只能用一个石头这样，嘣，然后是真空，你要慢慢滑过去，要打她的头，然后转过来，然后拿一个白板，有什么事？没有办法传递声波，就跟他去，就很想嘛，不然买这东西不知道干嘛。好吧，就来打人，我把我 Visa 塞进去。然后掏现金，屌不？好像在变美金，好像在变魔术哦、喔欸。中山的咖啡店为什么用美金呢、啊？真的，你这家店怎么不收台币啊？你在我们开发票给我，对吧？是，你们是不是逃漏税？照合理性来讲，也应该收人民币吧？超过分、啊，讲出来，逃税讲出来。很多男生都出门不带包包啊，放口袋、啊、就不带啊，麻烦了。可是像我带很丑啊，就是很对啊，放口袋是很丑、啊，没有人看啊，没关系。是不是我照镜子不行啊？我塞那么鼓，我走进过百货公司看到镜子就有点难过、啊。对啊，这镜子是不是腿要把它堵起来啊？不会不会，我鼓的地方比较不一样，所以不怕被他看。你口袋位置开的不一样吧？水肿啊！我不想。我很 OK 啊。来，我泡咖啡给你喝，没问题，马上加热。加热完成了，这太坑了啦！来，拿出你的杯子，谁敢喝、啊？好喝吗？好喝吗？我刚刚现冲的。好，最后一个不看了，我们来做宅实验了。今天宅实验是如何瞬间增加柔软度。刚刚提到柔软度，哎呦，真的哦，刚好提到柔软度，来增加一下柔软度。他说，请向神让身体变软 Q。我真的很废。OK， 六段应该。左手捏笔。两斤吗？你要这么智障吗？上身下弯，让你快乐让你左右摇摆。左右摇摆。哦，提升了，提升了。屁呀，真的假的？变了这么多，提升了七公分。哇，他们二十二，我现在这么嗨哦。神经病。他在嚣张什么啦？哇，他们现在也不好赚哎，要自己拍这些东西。来吧，中山顶扣扣叫，然后脚这样子是不是？差不多吧。要打开吗？还是就是这样？就这样了吧。对，我好来交，结束了。用力加油，就是这样啊。用力啊，我可以理解，完全可以理解。用力了、啊，多少多少？十一哦，十一。好，不过是中山顶扣扣，哎，是左手微弯，然后右手伸进去，嗯，哎，然后甩，然后转三圈，你要转，你要转三圈。小心小心，还蛮辛苦的嘛，还要让自己变柔软。And then， 你没有呼唤象神，要怎么呼唤？讲呼唤象神哦，象神，欸、叫错了，你请错神了、啊，请错神了、啊，我象神，我人家送不回去了，你死了，象神象神，请来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来什么啦？有用吗？答案揭晓，你差不多硬，差不多硬，一。一样啊，失败就一样啊，失败这没用，太久了。屁，换了，你就一直冲你的右手，你这样子撞哎，我这辈子没有看过人类做这个姿势，我这辈子第一次做这个姿势在麦卡贝，好晕好晕，我快吐出来了，快加油，太快吐了吧 ，Lucky Ball， 嘿。好像有长一点，十三，多一公分，一公分根本就没差，多一公分就是刚刚拉近过后多一公分而已啊，一公分，这摆什么架势啊？你要稍微弯一点吗？你要讲相声，架势，你要转呢、欸？好啦，怎么转？真的很智障啊！我觉得我人生好失败，叫人救我，这是已经要变僵尸，快快快快快，要变僵尸了。我要变智障了，完蛋了！有啦，哭吧！靠这里点吗？就可以了。对。啊！好有死啊！16，哎，两公分，少两公分，一到底在哪里？我刚可以可以可以，有感有感。哇，脱了脱了吧？应该不会是臭的。臭。
臭哦哦哦，好了。刚刚那个小朋友跑进房间那种臭，差不多臭。好，太强了吧！好强哦，他直接跨过黑线哎，太扯了吧！50是怎样？我们三个加起来不到一半。我们三个加起来，我们三个加起来不到加一半。差不多一半，差不多一半，我们三个加差不多一半。谢谢。屁啦！左手捏着，对，这样。微弯，把自己当想当成是个智障就好了。他又吃相声啊，喊啊，相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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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么智障事情？你上什么文？对，你要被相声，你要被相声骂赵天谴了，加油！哎，可以，哇哦，可以，加了多少？53。为什么？他告诉你们多少？53。你刚就53啊。是吗？是啊，三公分，都多了两三公分，真的哎，小莫53，53加起来不够他打，太强了吧？真的哎，我们这是哎，请问住哪里啊？啊？住哪里？方便问住哪里吗？你说住的地方吗？对对对对，就他吗？就区域，宁夏夜市，宁夏在哪里？好详细啊，真的哎，双连吧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双联柔软网，双联软趴趴称号。你只是为了讲这个？我跟你讲这个，拜拜。双联软趴趴。对，要不然就是无辜顶 Coco 啊。真的，我心装硬邦邦。硬邦邦。顶 Coco， 我懂。